怪了，怎么没有人呢？那天夜晚放炸弹，不好，快去避点。好。扔过来，你家好枪。我剪哪根线比较好？剪红线。随便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蓝色象征着大海，剪炸弹的人一定很着急，为了寻求安慰一定会剪蓝线。对手抓住了这个心态，一旦剪蓝线就完蛋了。嗯，有道理。你干什么？不是说剪红线吗？是啊，你直接把它挑断不就行了吗？是为了营造一个紧张气氛嘛。大哥，你以为是在拍电影吗？电影不都这么演的吗？快跑！